我第一次来这个办公区的时候，被它的大的建筑体量震撼着。这个办公区应该说是世界独一无二的一个办公区。我叫古星，我是冬奥组委会规划发展部的一员。四月份奥组委发布了一个社会招聘，通过这个社会招聘，我很幸运的能进入这个奥组委这个大家庭。冬奥会是一个世界性的盛会，将为来自全世界的顶尖的运动员提供展现最佳水平的竞技舞台，将吸引全球的目光。如果把冬奥比作是一个盛大的演出，而冬奥组委就是这个盛大演出的导演组。我们这个导演组现在的驻地就是在首钢办公园区，它脱胎于首都钢铁厂这么一个具有优秀历史的这单位。整个空间格局依托首钢原有的工业流程，在旧有的工业建筑基础上合理改造。统仓办公区原来是储存散装原材料的仓库，二桶里还保留着当年巨大的分料器的内锥体，如今头仓外墙上切割出大大小小的圆孔，从里往外，从外往里，都是一幅幅中国画，里面被分隔成七层，地下一层，地上六层，改造成会议室、新闻发布间等。统仓外这个像天梯的一样钢架结构是原来传输所用的夯架，配电室出来的小路是采用透水地砖铺设的，这些透水地砖原材料是老首钢厂区的建筑垃圾。小路通往料仓，当年是老首钢厂区各种原材料的混合安放区，砖墙、铁锈、料斗和室内裸露的钢架都在讲述着走过的岁月，在其中插入了一些隔层、幕墙等，变成了崭新的能够承接新功能办公区，在细节上蕴藏着冬奥特色、中国元素。现在我们看到的办公区内部，从里面看是一个非常现代的办公区，从这个2017年开始一直到2022年，它会有不断的会有新的这个工作人员加入进来，忙碌的工作之余抬头就有一份宁静。国际奥委会对冬奥组委首钢园区的改造非常认可，认为冬奥组委首钢办公园区提供了可持续利用的典范。Now, this is a fantastic idea, to change this industrial zone into a recreation area for all the citizens of Beijing, and to do it in a way where the old factories, the furnaces, are maintained as a museum. So at the same time, to remind the people of the history.Of this place to remind the people of the history of Beijing and China. I'm really excited.